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今天台北股市涨57点，成交量599亿。好，那其实有会员今天也在问我说，老师今天量怎么变更少了哈，成交量变599亿，老师那个量怎么越来越少啊，那个量怎么又不见了啊？其实今天蛮特别的，今天早盘应该蛮多外资啊，蛮多外资在做什么事情？当然开玩笑了，因为今天是美国 NBA 哦，就是冠军赛啊，那骑士跟勇士嘛，对不对？那从这一则，我来分享一件事情啊。那其实勇士队哦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在看 NBA， 你们可能比较少人在看，但是还是蛮多人在关切的哈。那勇士队其实在这个什么这一系列的冠军赛哦，因为他们是7战4胜哦，7战4胜，谁先达到4胜？谁就是冠军。那这个勇士队啊，他已经拿到3胜了，3-1。可是接下来，骑士队开始逆转哦，从3-1的落后，追到3-2，最后追到3-3。那今天是最后一战，最后一战，最后一战，非常的戏剧，其实全面性的赌盘。哦，全面性，全世界的赌盘，我想大部分赌勇士队赢的比较多，所以它的赔率是比较低。那为什么我开场讲了一大堆，讲了这一些，攻几堆？那我也没有解大盘，我平常都会先解大盘给各位看。那我到底要表达什么？我到底要表达什么？其实我要告诉各位，其实操作股票，操作股票整个的过程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贴切的。从今天这个什么这一场的比赛，勇士队其实是可以从3-1直接呢再拿下一盘，就拿到冠军了。那为什么今天的结果被骑士队追过去，叫逆转胜？所以各位，我今天讲这一则故事，你要有那种心情哦，你要有那种想要赚钱的心情哦，你不要回答我说，老师我好像一直在赔钱，我怎么做都是赔钱，我跟一堆老师做也都赔钱。老师，我不是只有跟一个两个三个老师，我跟一大堆老师了，我还是在赔钱啊。那表示呢，你会跟我讲这句话，那表示你真的开始有触动心灵的那种味道。什么味道？你快要放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讲这些话，表示你可能在放弃的那个过程。但是呢，那你也是有一点点想要什么再赚回来，想不想要赚回来，在于你啊。但是各位，如果想要赚回来，那不是靠嘴巴，说我们想要赚回来，我们要反败为胜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，讲了一大堆。各位记不记得？从今年的年初1月1号，你开始就会给自己一些期许啊，我们今年吼要改变方式，然后怎么样又怎么样，讲了一大堆都没有去做，你还是用你过去的方式在操作股票。所以今天大盘跌涨57点，今天大盘涨57点，你会开心吗？但是我如果跟你讲说，其实我放这张字卡也没有太大的，没有特别的意思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其中这一张好了。来，我们定格在这个画面，双红，它今天收最高，它也再创新高，代表你任何时间买的，叫通通赚钱，叫通通赚钱。但是不是在这一栏，我一直强调，不是这一栏，也不是这一栏，
你看这么多的分析节目，你看这么多的分析节目，有没有出现这一栏的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每个老师都很厉害，每个老师都讲得跟神一样。今天买什么线买线赚又涨停板，昨天那一只赚涨停，今天开盘全出，全出了之后换这一只新的，今天这档又涨停板，每天都在换新的，每天都在涨停板，却不敢告诉各位说，如果没有实际操作，他敢不敢全额退费？你怎么转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字卡啊？每个人都很厉害啊，事实上都是这样子啊。那有没有字卡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我的一定有字卡。那或许你看腻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来呢，继续再来复习。我告诉各位，我每次一定都会有字卡，我都有字卡，先给你修修。这一段我都没有买，但是一出手赚钱，这叫实在，叫百分之百，百分之百。那这些股票，这我刚刚讲的，前面这一波下跌我都没有买，但是我们一出手就要赚钱，买的早不如买的巧，百分之百实际上的操作，不是在今天创新高，不是今天大家都赚钱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在实际上的操作。这是上个礼拜一都已经跟你讲了，礼拜二包括礼拜三我都说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不是创新高是重点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有没有带会员实际上去操作。那包括这档股票也是啊，这单股会员的股票，单股会员的股票，我讲单股就是每一个人哈，每一个单股，不是这个，重点是这一栏。没有涨我也跟你讲，没有涨我也是跟你讲，我说还是继续买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好啊，因为当然看好就要继续买啊，那看好不继续买，那不是非常奇怪？那各式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今天收最高，也是创新高，叫通通赚钱，单股会员唯一重压。单股会员唯一重压，你不管在哪边买的，都赚钱。单股会员，你正在收看，如果是假的，就是全额退费。你看他台哪一个老师有这样讲的？不管收什么单股系列都一样啊，都一样啊。那我也没有讲一天啊，甚至。我们没有只买一天哦，你后面加入的我还是这样叫你买，继续买，因为看好的理由，看好的理由在这边，在传真稿其实都写得非常的清楚。我的操作其实蛮简单的，我不会很复杂，我不会非常的复杂，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，是让各位在收什么，接收我们的讯息。你可能在一天里面，你收到的讯息就是一通或两通，在哪边买，在哪边要加码。到未来什么时候要出，甚至在哪个位置可能会来，我都有预告。包括双红我都开始预告咯，双红我今天开始跟会员朋友预告的那个价位，因为在节目当中不能跟各位分析，不能跟各位预告，很抱歉。我强调的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每天都有在收看，你大概知道我要强调什么。我要强调是我每一档，包括我节目上讲，我说再创新高通通赚钱，那就是如此啊。那事实上我们最近开始有这样的活动。什么样的活动？我老实说，其实每天你都可以来什么，来想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的。我说人都有机会，这个固定，什么固定？命运是固定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的机会，因为你想再多都没有用，我帮你解决问题会比较快。解决问题之前你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改变做法，你要不要去改变它，我不知道。包括最近我也开始啊，跟你推荐，我说这样子的做法也不错，你可以来试试看。你真的很想要赚钱，你常常都会出手，都会操作，那你把它设定好，我来帮你比较快。你有具备这些条件，你可以来找我啊。包括我们正在布局的一档新的标的，新的股票，跟这个有关。你猜猜看，你猜得到你就猜，跟这个有关系，跟微星有关系。
我不是买它哈，我不是买它，我是买另外一档股票。刚刚才开始，刚刚才开始，刚刚才开始要发动。我挑的股票，我的逻辑都非常的清楚。事实上，今天涨停板的股票，我想应该你在他台，你会听到，可能又有人开始推荐所谓的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哈，像 LED， 因为今天 LED 最强嘛，还有 D-Ray 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些我绝对不会无中生有，我不会说我昨天之前都没有预告，然后今天跟各位讲说啊，我今天这档涨停板，不会不会，这不是我的个性，因为我要求的一件事情，当没有人敢讲，那我讲的时候，那后面上去才有意义啊。各位你知道吗？今天其实太阳能有一些股票，如果你敏感性够强的，你敏感性比较强的，哪一档股票？那开始已经有在动的那个味道。现在没人在讲太阳能了，来，你看到它对不对？涨停板对不对？来，给你看一下。事实上，它也是去年亏了8块钱的公司，到开始赚钱。那我可不可以请问各位，它都可以涨停板？那假设你有这些股票，你要不要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老师，啊，这些嘛没啥水。无啥水，我嘛唔知虾米叫无啥水，水啊无水，我嘛唔知。但是我知道什么？来给你看，去年亏1.3块，第一季赚1.6块，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件事情？去年哦，去年是亏钱的哦，去年是亏钱的时候，股价最高在50块钱，去年亏钱的时候，股价在50块钱，那今年？有不一样的氛围，有不一样的那个味道。你要选择老师做了，因为我还是再三的强调，你们今天买股票哈，那你也不要看我节目就去买，看我节目就去追，我只是用相对性的比较性的法则告诉各位说，如果今天可以让我选择的话，我会去选择有基本面的，因为我带会员，这个肩膀很重。但是这个肩膀够扎实，因为我挑的股票一定要有基本面，一定要够强。各位记住哦，买股票买基本面够强的，你不要怕那个短线上震一下没有关系。就像我的股票，这档股票它已经开始在动了。那我讲这档股票之前，因为我讲这档股票，我说这档我已经预告两天了哦，我预告两天，我6月16号开始跟你预告，连续开始跟你预告，已经开始要快要上来了。它是 Google VR 的设备音效晶片，订单、营收、筹码，我都跟你分析过了，可以来拼一下啊，当然可以来试试看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你记不记得我说要公开这档？老师，你上个礼拜说要公开都没公开。你知道这是哪一档股票吗？很多人在猜，没什么好猜的。来，你有猜到吗？这是我5月30号写的，这是我5月30号，你可以去看 YouTube 的袋子 ，YouTube 的节目哈，都有保留。5月30号，我说这只股票啊，它去年的全年赚超过4块钱，但是今年的前4个月就已经接近快5块钱。有没有这只股票？当然有啊，绝对有啊，保证有啊。那今天创新高很厉害吗？也没有很厉害啊。但是厉害是在哪一点？厉害是有先预告，你们都可以去看袋子，包括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三，我忘记了，我都说我要公开，但是有时候碍于他的股票，他的什么，他的筹码比较小，一公开量啊，你们又去买，又要去追。拜托哈，不要乱追股票，不要乱追股票。你真的想要重压，你想要拼的，你来拼这一档股票，你来拼这一档股票。我说它筹码非常干净，你要去思考。上一次这一档股票，我也跟你讲过，你都不相信，很奇怪。5月18号预告，我说它大户持股78%，散户才8%。5月18号预告智深科。5月18号，看一下电脑。5月18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时间一久，我的股票一开始也不怎么样啊。凭良心讲啊，我的股票一开始也不怎么样啊。我觉得啦，我的股票一开始推荐很厉害吗？
不厉害啊，哪有什么厉害，哪有厉害？可是你今天回过来看，你回过头来看，随随便便就30%，30%也没有很厉害，很厉害吗？一点都不厉害，厉害的是什么？有预告。那如果假设我说这档股票，因为你们都知道 VR， 你们不要说知道 VR 啊，那就去买宏达电。宏达电不是相对的低档，所以你去买它，你不会有肉。你不会有肉，你不要说这个地方拼啊拼啊过136块，有必要去拼吗？有必要去拼高档的股票吗？当然没有必要，当然可以买这种相对基期比较低，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慢慢上去，慢慢上去，那感觉才漂亮啊，感觉才棒啊！来，这样的感觉不漂亮吗？不好吗？我请问各位，我请问各位，也没有很飙啊，它哪有很飙？它哪有飙？它是创新高而已啊，哪有飙？但是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这种感觉好棒，你知道吗？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感觉很棒。你如果看到基本面，你都会吓一大跳。我买的是全年都营收都是成长，营收创新高，去年亏钱，今年重点不是在什么？重点不是在这一个位置，重点是什么？今年会挑战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，你就会觉得它现在相对的位置是什么？在相对的位置，低还是高？你还有自己去衡量。那待会第二阶段，我来公布这档股票，因为很多人都很期待，老师你怎么不公布？你怎么不公开？待会就直接公开。中场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回来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不好。好，非常感谢。还是感谢，感恩大回馈，感恩大回馈，感恩大回馈，一个月让你试做，一个月让你试做，一个月让你试做，股票都帮你找好了，一个月让你试做价，请马上立即来电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老公，又在找房子了。对啊，不然等投资客来坑杀，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壳蜗牛。别担心，报纸上说房地合一课税新制要实施了，以后投资客要交很多税呢。房地合一，105年1月日起，不动产的交易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，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来计算所得，课征所得税，房价就不会再被炒作了。房地合一新税制，居住正义新时代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那于老师操作其实有一些准则，那事实上跟我团队在运作，其实我们团队是蛮认真的，我们蛮辛苦的在挑每一档标的，包括像我的成员，像我非常谢谢我们团队每一个成员。事实上我们在挑股票，有时候挑出来，那有时候会过滤很多东西，因为其实讲真心话，我比较龟毛，非常的龟毛，很龟毛，怎么样龟毛？老师，然后自己讲自己龟毛。其实我老实讲，我在挑股票，就算知道今天会涨，
就算知道今天会涨，我们来看看，其实今天也有蛮多一些强势的族群哈。那可是我比较不太会去买，我比较不太会去买一些，我个人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排行的涨幅。假设说这些股票，今天大部分都是 LED 比较强势哈，但是我有一些准则，各位我也不要去点哪一些股票，我不要去点哪几只哈。有一些股票确实在盘中都知道它会涨停板，为什么？因为看看量看价就知道，一定知道，但是为什么没有去出手？为什么没有去出手去买这些股票？这是上柜的，这是上市的。你再看一遍，这是上柜。你喜欢哪一档？你喜欢哪一档就是哪一档啊。那甚至有一些老师也会拿其中的某一些出来讲。我的个性是这样子，我只要没有跟你预告的，我没有跟你预告，我不会在节目上去讲，因为我觉得说，你们跟我是要跟一段时间的。你给我一段时间，你可能给我一个月，你可能给我两个月，你可能给我三个月都没有关系。那我要的是在一个月过后、两个月过后、三个月过后，甚至半年。哎，老师，我跟你做还蛮舒服的，还蛮轻松的。你常叫我们不要看盘，跟别老师不太一样。别老师那个只要一点哈，没有看到盘。那电话来不及接，啪，涨停板被丢。我的股票不需要那么紧张啦，我们是买好的标的，好的股票。那其实有一些股票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在找，那也会过滤很多很多很多。事实上，你有时候会猜到，就像我刚刚讲，你好，要来公开这张股票，5月30号预告的。因为很多人都会质疑，为什么我要公开？其实我很不想公开这张股票，我很不想要公开这一张股票。各位知道以后也不要去买，因为他的那个筹码是非常的少。但是我为什么要公开？因为很多投资朋友说，老师你在下，你在假啦，没这支股票，没有这张股票，我敢预告吗？我不干这种事情的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来看一下这张股票的基本面。你不要乱买哈，你要去买，你乱买跟我没关系哈。我先给你看，看刚刚我跟你预告的前四个月。4.82，你再看一遍哦，前四个月4.82，跟我当时候跟你预告的，我说什么？今年前四个月接近5块钱，加，因为他去年全年赚4块多，那我说这一档股票他前四个月就接近了5块钱。有人说老师有这种股票，我怎么找不到？我怎么找不到？今年上看10块钱，哪一档股票？这一档，这一天到这边，老师没有很多，把歉哦，他已经除息3.6块，也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再加3.6块的现金股利，是10块钱了。那你看得懂 K 线吗？叫创新高。你不管怎么买，你都是赚钱。你就算猜到那又怎么样？你也不敢买。有没有赚钱？有，有预告。我不太喜欢就是用商业的行销或者是用换算法则，所以换算法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买，然后我们乘上几张你就可以赚多少钱。各位要记住哦，不是那个位置每个人都可以买到那个张数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节目上从来不会去跟你讲说你可以赚多少钱。各位啊，如果你相信我，你有多少钱你就可以赚到多少钱。我的重点只有这个，因为我强调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强调的是这个东西。你看一下，我强调的是这个，我强调的是这个是什么？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实际上的操作。单股会员就是买这一档股票，如果我乱讲就是全额退费，不是创新高，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收最高的问题，也不是都赚钱的问题。双红也是啊，双红也是啊，不是创新高，不是什么问题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实际上的操作。那我希望你来跟这一档全新的标的、全新的股票，因为我真的有准备好这档股票第二季，它有机会会创4年来单季的新高。再听一遍，4年来它有机会在什么？在今年的第二季营收就会挑战4年来的新高。买这档股票，买这档股票就对了，把电话拨通就是你的，把电话拨通就是你的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
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好。好，非常感谢，还是感谢，还是感谢，感恩大回馈，感恩大回馈，感恩大回馈。一个月让你试做，一个月让你试做，一个月让你试做，股票都帮你找好了，一个月让你试做价，请马上立即来电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。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。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台湾要和世界做生意，需要更多的好朋友。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，我们当然不能缺席。台湾走出去，经济更有力，外资走进来，产业更升级。Thank you。加入区域经济整合，再创台湾经贸奇迹。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，要怎么准备才好呢？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，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。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，保障多更多。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，要选对保险种类，并注意效期。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。